甜甜，能教一下大家曼陀罗怎么画吗？安排点击画布，将这个绘图指引打开，将这个对称点击选项，打开这个镜像，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随意的去画啦。啦啦啦啦，嘚嘚嘚嘚，嘚嘚嘚嘚嘚，嘚嘚嘚嘚，嘚嘚嘚嘚，搞错了，重来。噔噔噔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啦。我们看一下这本书上是怎么画的吧。呀呵，这本书上有各种各样的纹样的这个参照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哇，好多图案呀，都是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图案啊。这个好漂亮，这个好漂亮，我要画这个，我要画这个，拿走拿走。按照刚刚的办法，我们先画一个线稿出来，哒哒哒哒哒，然后我们给它进行填色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最后上样机，噔噔噔噔噔噔。